这根本不存在的事，我给你什么真相啊？你这人是不是有意思呀？我根本都不认识你说的什么公寓。你在逃避什么？我逃避什么了？你想在我这儿得到什么？我也给不了你啊。我现在无论说什么，你都已经有既定的答案了，对吗？我不会错。我真是不明白你为什么这么断定，一口咬死我和公寓有关系呢？米生也说有证据，你们的证据在哪里？是什么？我都不知道。米生，听到没？还在演。来，你继续编，我听着。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吧。对自己杜撰出来的剧情深信不疑，你又何必问我？还有什么等价交换？你那个公寓有多大能耐，值得我去等价交换啊？再叫我哥名字试试。再说一遍。怎么啦？米生啊，咱们走去他家看看。凭什么去啊？石小姐，您就配合一下吧。如果真没有什么问题的话，我们也不会为难您。你想去我家干什么？那随便找，我看你能找来什么。医生，去把他的相册、日记都给我翻出来，还有个人主页之类的，一个都不要落下。肖老板，是不是不太好？怎么说人家也是个女孩。随便翻去，我倒是想看看能翻出来什么。现在很饿，我要吃东西。你站着干嘛？快退啊！在干嘛？订外卖。我告诉你，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。我再警告你最后一次。你听不腻？我都说腻了，嘴皮子都磨破了。我不认识公寓，我也证明不了我自己。您慢着，你要是高兴呢，你把我这房子拆了都无所谓。哎，你拆了以后，顺便把我也给处理了。正好我还赔不起你的赔偿金呢，你放心，没有人会找我的，也担不了官司了。你随便。行。起来，干嘛去？我做饭，我这一天肚子都快饿死了。等我有力气了，你再来收拾我。石小姐可真是够倔，敢跟小老板对着干，真硬。虽然3月20号施小年在哪确实没有赚到赔偿金，但3月21号他曾经独自一人出现在木柴附近。我们还调查了他近些年的关系网和行动路线，包括出国、旅行、就职等一切去处，跟公寓先生完全没有重合的部分，完全没有。基本上没可能认识。
去调查一下那个穆千初。不仅他本人，穆氏集团旗下的所有企业，包括那个未婚妻，都给我深入调查。是。那石小姐呢？这里边一定有问题，你先去调查清楚。这个女人没这么简单。去。好，你要去。真没出息，被欺负了就只知道哭，真蠢。你这吃的也要够抢啊。我饿了。吃饭喽！这是昨天剩下的米饭，外婆觉得扔掉可惜，就用一个鸡蛋重新炒了一下。可是爸爸妈妈说不能吃剩饭剩菜。哎呀，好舒服，咱们管他们。穆千初是你喜欢的人吗？关你什么事儿？你去制造点商业丑闻，等他们企业股价大跌就收购他。你说什么呢？脑子里是不是进水了？你不是不想让他们订婚吗？我就不信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他们还有心情订婚。哼，要我说啊，你就是太蠢了，都被欺负成这样，就只会躲在厨房里哭，真的是蠢到家。拿，你干嘛？说我蠢，别吃蠢人的饭呢。不就是一碗炒饭吗？至于这么小气吗？是这碗炒饭贵，还是我花钱救你贵？别忘了，10万元你一分钱都没还我。你冲我喊什么？还钱啊！既然你没有能力还我钱，那就乖乖的把饭给我。不给。不给不给，拿过来，不给拿过来，不给。我干嘛？你干嘛呀？你干嘛？你给我出去，出去！放开我！你是谁呀你？你有什么特别的？你凭什么要破坏我人生中所有重要的场合？莫名其妙的把我绑走，破坏了我的初审会。我好不容易见到千初了，你又出现了。现在好了，你还在我家跟我抢吃的，吃着我的饭还骂我蠢，你干嘛呀？你走，走啊！放手！走啊！放开我！知不知道？放开我！你出不出去？不出去！我喊非礼了！你喊啊！三，二，算你狠。石小姐这脾气啊，是不是有点过火？把这个手机给石小姐，就说是我赔给她。石小姐正在气头上，我都不收呢。她不收。你就别回来了。就请你带走我的心，甜美诱人的幻想，孤单疲惫都已融化在
信。你怎么又回来了？石小姐别生气，我是父母来送手机的，送完我就走。这是龚先生给你的，他说弄坏了您的手机感觉十分愧疚，请您一定要接受他的赔罪。我不要。龚先生还说了，如果你不接受的话，回去之后他会打死我，然后派公司员工每天过来送，要是你还不接受的话，他就亲自过来送，直到你接受为止。我以前就想，如果我以后眼睛看得到的话，就一定带你来日记岛看日出。怎么样，我的美少女战士，开心吗？开心，特别开心。等等，拍张照，留作纪念。我想，哎，是不是这个？什么声音？手机卡呀，喂喂，石小姐，你干嘛呢？你怎么才接我电话呀？丸子，这你是怎么打进来的？什么我怎么打过来的？你都关注什么呀？你没看新闻吗？你妹妹石迪和木千初已经公布订婚了，地点就在日记岛。石小念啊，石小念，你果然是一个没出息的人。
公欧在技术上是没得说，甚至可以说是科技精英。不过，在公司管理上，我怕他是扶不起的阿斗啊。尤其是市场管理方面，我认为啊，还是我们陈总更加优秀。嗯，这都说的没错。哎呦，刘总啊，你真是过奖了。恩义的今天呢，确实是我和他们两兄弟一起打拼的结果。虽然说刚开始创业的时候，公公还是个毛头小子，但是恩义有这样的成绩，还是功不可没的。我只是担心公寓的事情对他情绪影响很大，多少都会影响到公司的利益。这么说来，现在公寓不在了，恩义总裁的位置又空着。这个总裁的位置，理所当然的就是你。对对对，说的对，说的太对了。哎呦，各位老总，你们可不能再开玩笑了啊！我现在全部的心思都放在了新手机的测评上，这些事儿呢以后再说。这样，恩义呢，正处在一个危急时刻，接下来我们还有很多合作机会，我们携手并进，再创辉煌，好不好？来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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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陈总好，哎，陈总，您要找的那个特级绿萝，我帮您找到了。是吗？在哪找到的？保密。对了，陈总，您订的红酒也到了。啊，那你就让他下午，让 Peter 下班以后吧，送到薛总那儿。啊，好，行。那你忙吧。嗯，谢谢啊。没事。好。这么多年，你在副总裁的位置上，可真是委屈你了。你的能力是大家有目共睹的。陈总，早上好。今天报案已经放在您的办公桌上了。嗯。那我先去忙了。好。石小姐，您看这款怎么样？我觉得这款挺适合您的。您是要这条还是看看其他的？我觉得还是刚才那个的腰身好一点。你去帮我把那个拿过来吧。好的，您稍等。你以为我愿意在这儿跟你演姐妹情深？我也是没办法，自从我跟千初的事情出来之后，各种媒体都盯着我们，各种小道消息都恨不得掘地三尺。而且我也没骗你，如果我不回应的话，他们迟早会顺藤摸瓜找到爸妈那儿的。你呢，是愿意在这儿配合我一下，还是想要妈妈天天被堵？小迪，能不能别为难我了？你这说的什么话呀？我结婚以后呢，我们还是要做亲戚的，而且你跟爸爸妈妈我也不会不管，该帮的我还是会帮的。我不需要你假惺惺的帮助。做什么计划呀？我订婚典礼你还是要漂漂亮亮的出席的。再说，我要不帮你的话，你连件像样的裙子都没有。石小姐，您的婚纱。我的先不着急，先帮我姐姐拿一条礼服试一下。那石小姐这边请，我帮您去换装。混蛋！这批手机系统明明有重大的纰漏，还敢敷衍我？开什么发布会？他是把别人看作恩义的笑话吗？怎么了，小老板？医生，召集新手机开发的所有相关负责人，一个小时之后我要开紧急会议。好，我现在去通知。石小姐已经换好了，你转过去给我看看。
背怎么有个疤呀？你去找一件不露肩的给他穿上，露个疤丑死了。公公已经很长时间没在公司露面了，这么着急找我们来开会，不知道是因为什么。这个结构咬伤，不会是手机出什么问题了吧？陈总，这个项目是你负责的，测评数据怎么说？不可能是手机的问题。这次我们要发售的一百台手机耗时五年，合理测试做了不下一万次，测试的结果接近满分。龚玉还在世的时候，对这个项目很上心，可千万别在产品上出纰漏，不然以龚欧的脾气，咱们会吃不了兜着走。大家新闻看了没有？穆氏总裁穆千初要跟一小女明星订婚了，订婚时间也出了，正好跟我们手机发布会是同一天。我估计一会儿开会肯定要说这个事儿。N E 手机的项目研发负责人都有谁？怎么了？有人吗？你们向我保证，要为 N E 打造出全球最安全的手机系统。然而呢，你们做的系统找出漏洞并破解成功，我整了十分钟。十分钟啊！你们是吃干饭的吗？既然你们连漏洞都发现不了，我也就更不用指望你们修补漏洞，自己辞职吧。至于其他人，在我没有找到任何纰漏之前，你们还有时间完善。冯总，等一下。我觉得您的要求稍微有点苛刻了。我的确不能保证 NE 手机可以100%的抵御入侵，但以现在的水平来看，他已经做得相当完善了。我敢保证，在未来的五年甚至十年之内，他都是领先的，能入侵他的黑客也是寥寥无几。我认为这种低概率的事情真的构不成威胁。当然大家都知道您天赋异禀啊，虽然可以破解系统，但如果让您来修复的话，我相信也不敢保证100%的天衣无缝吧。有点意思，那不如我们就赌一下，如果三天之内我把手机修复好，而且在座的各位都找不出任何毛病的话，就滚蛋。那如果您输了呢？如果我输了 ，NE 的总裁你来做。散会。放那儿吧。哎，你去安排一下，把已经预定出去的100部手机重新入场进行系统更新。还有，这个石小姐是不眠不休，每分钟都在刷新吧？这个女人真的是。
对了，小老板，那咱们送给石小姐那台手机呢？要我拿回来修补系统吗？不需要了，是吧？牵手的邮件，装着送你的全世界，要给就给完全，要收就收全部，可誓言太潦草，领悟太仓促。第一个愿望，希望有一天你的眼睛能好起来，我们一起去日极岛看世界上最美的日出。你和我之间有同你。第二个愿望，希望我们快点长大，然后环游地球看各种美丽的风景。静初，我们永远都在一起好不好？好，我会永远陪着你。一言为定。好，一言为定。第三个愿望，我希望以后可以当你的新娘子，然后我就可以一直保护你，我会为你变得更加强大。我希望你能够幸福，反正我会一直在你身后。好消息，主编说你的漫画可以出版了，让我们现在过去的。小丸子，我不想出版。为什么呀？这个漫画是我和千初为原型的。可是现在千初和史迪就要马上订婚了，我的公司也运转的挺好的，就不出版了。你给我等着。小念，你真的是要气死我了，你知道吗？石小念，咱俩刚开始在一块做搭档，你是怎么说的？要的国内高桥留美子，难道你不记得了吗？我记得。漫画是你坚持这么多年以来一直的梦想，不管内容是什么，好歹是你画了这么多年的作品啊，怎么就放弃了？就因为史迪和穆千初？你不光是为了他们俩，还顾虑到我爸和我妈。石小念，你为你们家里放弃了多少事情你不知道吗？现在还要奉献你的事业，石小念，你的梦想就那么不值一提吗？对不起啊，小念，我刚刚太激动了，
没杀住闸，你别生我气啊。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，是我自己这段时间经历了太多事儿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，一点打算都没有。小念，要不然这样，咱们明天先去听听主编怎么说，听听有没有什么印象，对吧？得改啊，得改得改，这一定要改啊！您看，这得改得改啊，是吧？那您的意思是说，小念漫画出版的前提是要重新画？我说得改啊！现在这种纯爱的人设已经过时了，已经不讨喜了。那您说得改成什么样的呀？男主角嘛，还行。啊，这个女主角得改成那种特漂亮的大明星。女演员嘛，哎，你们说啊，现在演员做主角的东西得多火啊，得改啊。哎，总编。啊。其实，不是我这漫画人设有问题。是不是我妹妹她来找过您了？你们姐妹俩有什么恩恩怨怨？那我确实不清楚。哎，说实话啊，小妮，你的这个漫画确实画得不错，但是没有名气呀。你也知道，在这个圈里，画得好不是钱，名气才是钱嘛。你看你妹妹现在啊，热度这么高，这么火，对吧？你又是她的亲姐姐，你随便画一点与她有相关的东西，那就能大卖吗？不用了，我是不会改的。哎，我知道，我没名气，没热度，我当时签进来这个出版社也是因为小丸子力荐。我知道，我签进来以后没出过任何作品，我是很抱歉。可是我从小就学画画，我从小就告诉自己，我一定要做自己内心最想表达的东西，这才是我。我画的东西可能你们觉得无趣，觉得幼稚，可是真正看得懂的人，才会理解那是我自己，有我自己情感在里面的。这对于一个漫画者来说，不是更重要吗？也许我画了您说的这个题材，能小火一把，可是这不是对我来说真正的肯定。对我来说，真正肯定的，是我画自己真正想表达的东西，哪怕它还不被很多人看到。就这样吧，这个漫画我先收回了。哎哎，本来我也没打算再出版的，正好留作纪念。至于我本人跟贵社创作理念不合，正好合同快到期了，那就就此终止吧。哎，我说。你就以你妹妹为原型改一下漫画会死吗？啊，这么好的热度，这么好的机会，我，哎，我跟你说啊，你要是不改，我就以工作时之为由把孙洁平给开了。啊！哎哎，主编，主编大人，我求求你，千万别开我。你是不是以为我会这么说呢？我呸！哎，不用你开，本姑娘辞职不干了。我还有，从今天开始，我就是石小念的御用编辑。像你这种只会威逼利诱、趋炎附势的人，我们还不伺候呢？我还有，我最讨厌别人连名带姓的喊我孙洁平，尤其是你。走。哎，你说这个世界上奇葩怎么这么多？居然拿词条我来威胁你！开玩笑，老娘在这个世界上最不怕丢两样东西，一是脸，第二就是工作。还有，你那个奇葩妹妹木千珠居然对她深信不疑，她不是个傻子吧？哈！哎呀，气死我了！反正是我从会画画那天起，我就知道会被很多东西诱惑，会被很多人不理解。其实这些我都无所谓，主要我是担心你。你说你在这么一个。出版社工作的好好的，马上就要升职了，这叫道不同不相为谋。
就他们这种爱趋炎附势、爱博眼球的人，我早就看不惯。不就给几个臭钱吗？小念，你放心，有我呢。就为了有一天能让他们跪到我们脚下，向我们跪地求饶，我也一定会尽全力帮你到底。从今天开始，咱俩就是一根绳上的蚂蚱。如果有一碗饭呢，咱俩一块吃；如果有一条裤子呢，咱俩一块穿；如果遇到男神了的话，遇到男神，石小姐，龚先生想请您去一趟。这么多东西，太齐全了。上面的文件留一下，我等一下去楼上看。好。这个女人怎么搞的？不是你让她来做饭的吗？有点不太对劲。你是不是觉得石小姐这次过来不挣扎不反抗，说让做什么就做什么，而且还一副怡然自得的样子，很奇怪是不是？啊，我刚刚接上石小姐的时候吧，她刚从出版社出来，刚刚陪她编辑逛的时候，听说她之前一直想出版的漫画暂时搁置了，加上她妹妹之前订婚的事儿，可能精神不太正常吧。蠢啊！不用管他了，陈柏柏到了。